上船，都别慌，我来分配一下船只。我船呢？涨潮了，船被水冲走了。啊！夫人，阿全，阿全，你快回来呀、啊！阿全，你回来吧，我不怪你。姐呀，那姐呀，别再跑了。放心，他跑不了。烦我，你也是本教的叛徒。没错，你一意孤行，心怒无常。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。叛徒，你们都烦我，我要招新人，重振神龙教。娘，人呢？小凤，他人呢？快起来，人呢？哎呦，这儿上这儿来了，怎么？不是没打着他吗？这教主怎么就死了？是啊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死了还不好啊？咱们走吧。啊，好。哎，别走！你得告诉我，你得告诉我，你肚子里孩子究竟是谁的？你猜？我猜？你好坏呀、啊！这种事情让我猜啊！你好坏呀、啊！哎呀，你可太坏了！是你，是我啊！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个男人。死了！要说高手，就是高手。死了都不必瞎说，这叫死不瞑目。人家老婆怀了你的孩子，像个蒙在鼓里的傻子，他能闭眼吗？啊，说，什么时候跟这个不要脸的坏女人勾搭上的？居然还怀了个孩子！啊，我，你敢打我相公？你，哎呦，我怎么？哎呀，没事吧，没事吧，祖宗。哎呀，你，是看见了，大家都看见了，真的不用重复了。嗯，是的，都看见了，你不用说，都看见了。哎呀，你说你跟他较什么劲呀？他是个武林高手了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哎呀，再者说了，你要
换一个方式去思考，就开心一些了。你看，他确实肚子里是怀了我的孩子，但是你肚子里不是也有我的孩子吗？你这么一算，你们俩扯平了，打平了，对不对？圆满，开心。胡说！死太监，死小鬼子，死太监，怎么可以这样说？我跟你没完！小宝，跟你没完！小宝，小宝，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对啊，不问你问谁啊？为什么问我呀？因为我是你的夫人，没事吧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好像说的是有道理的。那你呢？你也是从前那个你吗？嗯。好事多磨，看来还真的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洪夫人，不要叫我洪夫人了，叫我的名字，苏全。全。全姐姐，这样好些了吗？全姐姐，这样还好。